Hello， 大家好久不见，就已经很久没有拍 vlog 了，因为就是学校比较忙，然后每天生活都过得差不多，然后也很无聊。然后呢，今天就是终于比较有聊了，所以就来拍一支影片记录一下。对，今天有一件很大的消息，就是一个好事情。然后我们现在要去，就等一下再揭晓。What if I wake up happy and what if I wake up sad? Sorry if I said something that made you mad. Wish I never could call it. Sorry, my service bad. Not bad at all. Yeah.我们刚刚在就是做我们买房子后要签合约的东西，虽然合约还没有签啦，可是就是我们要有一些 upgrade 跟 custom， 所以我们就是跟那个 sell person 讲，然后等到回家确认好之后呢，我们就可以签约了，好开心哦，终于有家了。可是它是预售屋，所以我们到明年初才可以住得进去，耶、yeah, ！开心 ，Michael， 我们有家了。然后我们现在在他们的 model home， 因为我们想要看一下，因为我们的 upgrade 我们其实还可以再改。所以我们想要就是再多看几眼，然后确定我们想要什么东西。给你们看一下他们的 model home， 这是他们其中一间，可是呢这个不会是我们的房型，我们现在只是看他们的颜色怎么样，然后我们有些颜色可以改。带你们去看一下我们之后要买的那一间房型好了，给你们大家看我们要买的房型。所以这个会是放书桌的地方，反正这边就是有一个 space， 然后这边是楼梯可以上去二楼，然后再来这边是一个就是有点像是 game room 的地方，然后这是厕所，他们厕所也蛮漂亮的，就是这样子。然后我记得我们的厕所这边还会有一个窗户。然后我最满意的地方呢，就是他们的厨房，还有他们的 patio， 就是阳台，然后跟客厅那边是吃饭的地方。然后呢，这边我也超满意的，这边会就是经过停车的地方。然后我们这边就可以摆一些东西，然后这边的话就是可以放食物的。对，现在带你们去二楼，然后二楼就楼梯这个地方我也超满意的，就它还有一个大窗户，所以就很棒，就采光很好。然后到了二楼之后，就会先到一个像是小客厅的地方，这叫做 loft， 所以我很喜欢。然后这边会有一个客房。然后客房左手边进来就会有一个更衣室，然后更衣室还里面还有一个窗户，我也觉得超赞。从楼梯上来一直直走就会到我们的主卧，然后这边的话就会有个厕所，然后左边会有一个小房间，然后右边也会有个小房间，然后这个是洗衣服的，这一间房间是洗衣服的，然后这就是我们的房间。再给你们看一个我最满意的地方，超级大更衣室，而且这更衣室还有一个窗户，所以采光也超好，整个很满意。然后给你们看厕所，厕所的话就是有一个那叫什么浴缸，对，浴缸，然后浴缸旁边还有窗户，我也觉得超赞。然后这边是上厕所的地方，
然后也会有一个小窗户，然后这个就是冲澡的地方。对，就这样子，我们买房子了。虽然还不能搬进去，可是就是明年，超期待，整个超期待，超开心的，觉得很不可思议，耶、yeah! ！我们刚刚看完 Model Home， 然后我们现在要开去东边，就是一样的建商，然后他们东边有一个社区，然后要看那个有一个房子，就是跟我们的外形一模一样，然后颜色的选择一模一样，因为我们就想要看看说，就是到底会长什么样子，不然就是那个 sale person 一直跟我们讲，就讲了，然后自己去想象那个样子还是蛮难的，所以我们就想要去看看，就是用眼睛看，所以比较会知道说哦，真正长什么样子。对，真的很开心耶，今天是我们的 big day。我们现在要去吃饭，因为现在其实已经2:44了，然后我们都还没有吃。那今天就是比较特别的一天，就是我们的 big day， 所以我们要去吃比较特别一点的。我们想要去吃那个韩国烤肉，对。然后我刚刚在 Yelp 上面随便找了一间，然后它就是第一个秀出来的，所以我就觉得第一就直接去第一名的应该是没有错。好期待，好久没有在外面吃饭了，因为最近都是就是自从了疫情关系后，我们都是用 to go， 所以这会是我们第二次吧，还第三次出去外面吃饭。然后每次出去外面吃饭，我们都是找那种人很少，基本上我们进去餐厅都没有人在里面吃饭的那种，就是会比较安心一点。哇，谢谢。这个块儿香，每次一定要有点 pork belly 的味。嗯，那 pork neck， what's pork neck？ 嗯，没有 cheese， 好笑。就想说今天是个 big day， 要喝酒庆祝一下。这应该是喝酒的杯子吧？应该是吧，我也不知道。干杯！哎，它是 sparkling， 好酷哦！哎，还蛮好喝的。我们点了牛舌，还有那个五花肉，超丰富的。然后这个酒好喝，超好喝。东西了吧，我完全没有想到说
吃烤肉还会给蒸蛋，还有这个豆腐汤，给超多的。我们吃饱了，吃超饱。我们刚刚只有点了两份肉，然后就给了一堆小菜，然后我们根本都没有想过说，就是点了两份肉，他还会给一个蒸蛋跟那个豆腐汤，所以整个超多。然后刚刚那个米酒超好喝的。然后我们现在来 Costco 加油，对，因为我们等一下还要再去一个比较远一点的地方，然后一样是同一个建商，然后在那边盖的一个社区，然后也是一样在那边看他们已经盖好的房子，所以我们会比较有，就是比较会知道我们的房子的颜色要怎么选，就特别是外面的地方。也太多人来加油了吧，今天超多车，不知道等到什么时候。这只胖子过来前面，然后他就直接把我这样压住，超重的，还要用屁股压我，超胖。我们到了。然后顺便来遛狗，因为觉得这个社区蛮好的，很适合散步。他每次看到狗都会这样子趴下来。这里风好大，超大，而且超冷。我觉得只要风大就会很冷，就是不管天气再好感觉都一样，就是很冷。我们因为时间还早，所以我们就来逛韩国超市。给你们推荐一个韩国超市，我觉得是华盛顿州最好逛的这一间，拜托一定要来逛。这间已经是荣登我华盛顿州就是心里的第一名，给他个特写，近一点给你们看。然后再推一个东西给你们，就是在这一间韩国超市里面的面包店，他们的面包超好吃的。刚刚拍的那个是卖鲷鱼烧，然后他们鲷鱼烧超便宜，有两个五块跟三个五块，哎，三个五块对不对？还是十块忘记了？对，三个五块超便宜，而且重点很好吃。我们上次有吃过，就外面脆脆的，然后里面的那个就是 QQ 的，然后会有馅，然后馅的话就是你可以自己挑口味这样。我们逛完了，可是我们没有买东西。但是我们订了蛋糕，就想说一样是庆祝。我们订了一个巧克力蛋糕，超开心的。好，拜拜。Best Buy。OK。我们现在要去 Best Buy， 要去问一些家电的问题，因为我们要想要装那种音响在天花板上，然后所以想要问一下说怎么装，然后有没有需要插头，然后我们就可以跟就是我们的建商讲说我们有没有需要装插头在那个天花板上面。哦，是他们。Thank you. 你这样。我们来拿我们在网络上订的泡芙，第一次试他们家的，然后感觉蛮好吃的。Michael， 你帮我打开一下吧，我想看一下里面长什么样子。
哇，哎，还送一个大颗的哎，哎，是我订的吗？对啊。哦，我忘记了，我以为是我只有订泡芙，然后这是好像它的菠萝面包吧，菠萝面包，对。然后我们订了什么口味 ？Vanilla 跟 Yuzu。跟 Yuzu。好吃吗？很好喝。你觉得那个 feeling 多吗？嗯，没有像。Tasty Dude 那么多，所以那你觉得这个好吃还是 Tasty Dude 的好吃？我好像喜欢 Tasty Dude， 可是这个比较小，但刚好 size。你在看什么？我在看那边是不是有好像不是吧？应该就只有这一个 section。然后其他的 这个 Best Buy 的那个音响 section 就是音响区。好像就是比较少一点，所以我们要去找另外一间 Best Buy 看，看看有没有就是比较多音响选择的 Best Buy。嗯，我们现在先回家吃东西，然后等下吃饱再出门。等一下来吃昨天吃剩的韩国烤肉，还有剩菜剩饭，然后昨天买的蛋糕，还有 yogurt 配这个超好吃的，配这个麦片，日本麦片跟这个 yogurt 配在一起。结果我先吃了今天拿的泡芙。好吃是好吃，可是就是普通，就不会说哦超好吃那种感觉。你要跟我一起 share 吗？啊，好，然后呢？说然后呢？然后我挖不出来。哦，有喽，有喽。哦，切来不错，其实，好像吧，我也不知道。哦，哇，你还可以放着。我们要出门了，来这个 The Container Store， 我们要看之后的衣柜，因为呢，我们之后的衣柜是打算要用定做的，就是客制化那一种，所以我们就是要来看。哇，哎，这个好漂亮哦，这还不错。然后我们之后还要想要装这种灯在挂衣服的下面。我们之后也想要做这种在更衣室的中间这种。